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来带大家到新加坡的 Maria Square， 然后我们今天要玩这个，它里面有 VR 的体验哦。然后我们这就带大家去玩 ，Let's go。
20块到30块之间，然后我们一个人大概玩2个游戏到3个游戏，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来可以来这边体验 VR 的一个就是游戏的快感。OK， 我们现在走到 Summer City， 然后现在这边有一家米克夏，我决定大家要来喝米克夏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点了米克夏。这是 Ocean Grey Latte， 这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点的伯爵拿铁冰淇淋，哇、哦，这 how much 啊？4.2。来吧，你吃吧。我帮他装饰一下。好。插不进去啊、哦。不用。就算是室友，他是在电脑院上班，每次回来都带那种多的。真的，澳洲同事。对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萝卜糕来了。切。哦，好嫩哦。里面有包小叉烧。红红的是小叉烧。OK， 这个是我们的，这个是搅黄鲜虾蒸肠粉，嗯，你要切吗？刷吧，一边切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要夹的。好，切切一个就好了，另外一个一人一个。嗯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流沙包，流沙包，大流沙包。这牛腩面。牛腩面，对不对？叉烧菠萝面吗？叉烧菠萝包已经吃一半了哈。两颗嘞，红油炒手，很辣哦。那今天乔林子到这边，那我们乔林子下次见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